酒精点起来，然后放到蒸发皿里面，然后烧。先不要点酒精了，你先让它倒完再点酒精。它点起来。你没有拿火柴当然点不起来、啊。火柴在哪里？抽屉。抽屉给我。我快点，我点很久了。点不起来。你康康，到你的座位去。到你的座位去。我帮你关。都是空的。啊，温度计是要拿起来吗？你刚刚有没有洗？